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列车。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苹果园站，列车运行前方是军事博物馆站，将会开启右侧车门，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。换乘地铁九号线的乘客，请在此站下车，请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，谢谢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列车。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苹果园站，列车运行前方是军事博物馆站，将会开启右侧车门，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。换乘地铁九号线的乘客，请在此站下车，请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，谢谢。